What?小龙刷新，围在下半区有点想法想上，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在抓牌的时间直接被定住了，西叶血量非常非常低，不过逃回了防御塔点，想进来杀，最后一把 Q 技能打上去了之后收掉了人头，自己拿到一血，不过也死在了塔下。小天这里怎么走，狼行在旁边围着，哇，没有闪了，走不掉了，这位置应该走不掉，不过开了一个 Q 技能，反正回了一下血，但是后续这边小花生的 Q 非常精准，直接拿下这个人头。本来是这把下路对线其实挺重要的，因为林伟翔是对线打得比较凶一些，一直把兵线给压过去。对，而且这边目前也是一个不到领先，不过这个位置第一时间的花生摸了一下眼过来，但是还是被经过那边大招给炸死了。终结人头，后面的话下了一个蓝量不是很多的吸液，但是后面狼行过来保了一下。我刚刚看那个位置，感觉就是公子哥头上有一个靶心，然后就直接放，但是夏子杰直接被控住了，哇，瞬间秒杀人头，秒了可还行。鳄鱼来了，这个鳄鱼进场火力全开，配合着自己的队友直接把熊给解决掉，正面有一个锤石的幽冥监牢减速。哎，公子哥先回家了，但是身上三层马上叠出来，大招命中，然后一堆技能打上去打掉了。鳄鱼这个时间点战斗能力太强了，踢下来了之后势不可挡，配合泰坦勾过来的人直接把你勾离灯笼可以拉住的位置。是，这边小天也阵亡了，两方派先动了龙，由于自己上路领先一个 TP， 看一下艾希，艾希要不要先手大招射出去，但是有点歪，直接从两个人身边擦过去了，锤石的灯笼能不能捡到，上面有两个眼，只能交大招往前走。一个这一勾勾到了这边的瞎子，但是不敢跟了，由于自己这边状态不够好。现在围绕着下路，在艾希没大招的情况之下，其实是对塔内的人没有什么威胁的。一勾勾中了，直接交了一个灯笼，逼出了天下的一个闪现，躲开了维鲁斯的一个大招。这边 Mark 一勾勾到了熊，不过 Karma 第一时间也过来支援一下自己的队友。嗯，看着这个腐败锁链塌了呀。是。哎，上路这里想抓一下金贡，金贡位置应该是没了。大招响，所以还是要过来管一下。马上16分钟的时间，中路穿一脚熊惊雷落下来，收下皮娜的人头。下路这里又来抓金贡，后面还有一个瞎子在等着。金贡这边过来反打，卡巴这边直接开大招，但是闪现过来一个 A， 直接被秒秒规避了一下伤害。Q 跟到了之后收下人头，这波吸。维鲁斯大招已经放，第一时间放派占据了这边的一个视野 ，IC 的一线空掉了。来不及了，正面蓝色方已经是把小龙虫给打掉，卡白飞的位置，迎面跑来一头熊，反手一勾没有勾到，规避拉了上去，小龙这地方又被秒了，没有窜出来，所以看一下能不能够击杀维鲁斯。林伟翔直接交了一个闪现往后面去拉，来开始回头输出，小天被泰坦勾了一下，泰坦原地开出秒表保住自己，但是后续保不住啊，保不住了，林伟翔还拿到这个人头，这边一勾勾住了狼行，看一下灯笼这边多一米接了一下。狼行这边想换掉刘青松，但正面的话，他能走吗？走不掉了，直接拉上去了之后，瞬间秒杀，伤害非常之高，只剩歇自己一个人，捏着一张黄牌，贡子哥。是，但结果林伟翔这里他是一个闪现直接拉开了，然后保住了自己的命。方派就画风一转，先把正面的一个两个人处理掉。看一下下路又来了，同时亮 TP， 但是红色方的人非常多，这个过来都是四个人，除了艾希，剩下的人都在。公子哥一桶炸过去了之后，多音币开自己的秒表规避伤害，但是一张黄牌伺候把他留在原地，虽然回血回到非常之多，但是还是被两个人唯有重伤的艾希在中路。这波其实第一时间林伟翔位置真的很尴尬哦，他是踢了一脚船长，但是这一踢没有太大的效果。是，然后 Mark 跟狼行确实下又打起来了，小地图我们看一下锤石被找到了一个机会，没有中亚嘛，绕后的话是一个很危险的事。Q
鳄鱼有一个词，我这边勾到了之后，直接泰坦的大招被塞拉斯给偷走了，第一时间挂上去之后，泰坦应该没了，外锁链收下人头，而且特意拼他的被熊拍了一下，赶紧摸队友往后撤，再尝试性的一勾，没有勾到鳄鱼，泰坦也在往正面赶，打龙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，应该是要拉开了，放了，但这个位置感觉有点脱节，偷了艾希的一个大招，看一下这一剑狼形闪现直接躲了、不过熊在离得相对有点远的位置，但是锤石可以尝试一个正面蹲地被开到了，但是交了一个金身规避伤害，锤石交起自己的一个大招来保护住自己的 C 位，林卫翔没有被切死，而正面鳄鱼已经倒地，狼形这边进场想冲阵，但第一时间放不来，自己收割得很好，没有去管这边老干爹的后排，而是稳稳地帮助林卫翔去把这边狼形处理掉，但是这波打完之后方 pass 的一个血量并不是很高，林卫翔这边闪现一个进场直接被瞎子这边反身给秒掉了，而且防御塔要掉了，这波感觉还是想过来去追一下，一张黄牌定住正面豆子哥也没有办法走，锤石反手的以及锤石熊都在往这边走，鳄鱼亮个踢，熊这边是有惩戒的，十二级是比小学生低一级的，感觉要抢的话真的有点难抢，这个时间第一时间就是老干爹出来直接去限制你的人，给你机会，但东一币下来直接把瞎子秒掉了，一百多血的龙直接卡牌一个牌收掉，哇，这一波是杀掉了打野，但是卡牌拿了龙，哇，打得非常的紧张，哎呀，这位置哦，直接交闪、这个位置交的闪，鳄鱼看他这个时候闪已经没有了，尽力了，卡牌好像是一张黄牌吧，龙这边直接开龙，哎呦，这个时间放在这里来不来得及，打得挺快的，是进攻直接踢到线上，卡牌这边开大看一眼直接拉开了，逼了一个传送很赚，哎，直接过来扑水晶，但是这个龙怎么说，龙三千血，盲僧 Q 技能尝试一下，两千一千多，皮娜的下来了，这个龙是谁的，红色方抢到了远古龙，这一波皮娜的下去直接把龙给拿到，而正面卡牌继续在带，蹲币已经在原地阵亡，杀到了后续这边维鲁斯闪现跟上来跟伤害秒掉了一个艾希，配合自己的船长，在正面这边卡牌已经推掉了中路一个水晶，拿到双杀之后看一下狼形的位置要不要去打断一下回城波，第一时间这边的小天已经回来了，熊再从后面绕，而正面船长也已经跟过来了，先把卡牌给留住，留住了之后卡牌开启疾步被熊一屁股坐住，后面林伟翔也赶了过来，一技能没有减速到，是这边开了疾跑之后跑的是很快的，照一下正面，因为中路兵线已经推过去了，西叶直接到了，哎这边传送被打断了，感觉西叶有机会直接拆掉，哇，第一下人解决了，但是金控是没有传送的，一发一发牌 A 到水晶上面直至把它 A 到毁灭。